是建国。建国哥，真的是你？昨天晚上做梦我还梦见你来着，快让我看看。不保证，这不是梦。你好呢？真是没想到，哑巴他怎么？你们还都好吗？还好。哎，对了，听美美姐说，你在香港做了大老板了。什么大老板？哎，美美姐还说，你已经结婚了，怎么不把老伴一块带来，看看这儿呢？啊？别听他瞎说，我根本就没结婚。啊，那美美姐结了吗？没有。我明白美美姐的心思了。就像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惦记着你。你这个人呀，我知道，不用说。志清呢？嗨，这个孩子呀，脾气倔，非要到上海去找你，这不是没找到，二华姐把他给留下了，还给他找了一份临时工去做呢。他都那么大了，都当工人了。你看你，这可不是吗？咱都这么老了，他能不大呀？嗯，真香啊！哎，冬天，哎，冬子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爱人慕容芳子，这是我老同学曾抗美。你好。名如其人呐，日本人呐。是父姓，慕容明芳子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赵东方好眼力呀、啊，你不知道吧？他在我们同学当中是有名的情场高手，连我都差点上了他的当呢。行行行了，别胡说八道了啊！这神经病不把水搅浑身誓不罢休。去去去，厨房帮忙去，快去。坐坐坐，方子，来，来来来，哎，红姐，啊，志清呢？跟小倩出去，来喝水啊，方子。嗯，谢谢。来，哎呀，你看，你这都有白头发了，别动。长几根白头发怕什么？别拔了。别动。金香，哎，跟我回上海。回上海？去做啥？哑巴没了，是青来去上海了。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这些年。你吃了这么多苦，现在我有能力照顾你们母子俩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会好好照顾照顾你们。你呀，老想着照顾别人，我不跟你回上海。不行，你一定得跟我回去。这里是我的家。我要待在这里，我待在这里呀、啊，自在。志祥，别再说这些了。志清现在长大了，也懂事了，用不着我那么操心。
所以啊，你放心，我在这儿特别的好。倒是你，你呀，老是想着去照顾别人，看看你，赶快找个伴儿吧，让人家照顾照顾你，啊。别老是在替别人着想。喝水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捡鸡毛卖钱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有一年乱打人，把村里的李四忙呀差点给打死了，这公安局就把他给抓起来，坐了几年牢，放出来呀就变成这样。好了，不谈他了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朱芳来了，芳子，哎，芳子，都见了小青吗？知青啊，小倩，吃饭了。啊，小倩带知青去城隍庙。咱们吃了。去城隍庙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特地约人家来要见林知青吗？没事儿，改天我们请知青，咱们再聚，走。他们跟咱们在一块儿，也挺不自在。再说了，咱们也难得一聚，今天咱们自个儿高兴高兴啊。对。那哪天再约吧。还有时间，有时间，来。喂喂喂。咱们几个老知青，来，先干一杯。干。靠梅，碰一下吧。来，为咱们几个老叉干一杯。来，来，靠梅。不爱发。哎呀，咱们几个就差建国了。哎，靠梅，建国在那边怎么样？他，别看他对女人念得很。可他身上到底是流着商人的血，他简直是太有商业天分了。他现在是今非昔比喽。他现在岂不是更吸引女人了？那倒是，他就是没有这优点，也一样吸引人。那你还不趁在他身边牢牢地抓住他？还说呢。哎呀，我简直是没有脸了，说起来真可悲。我还有钱上他，就全当是大款呢。可谁知道，我最后只好灰溜溜的回到上海了。亏了我白天夜晚的白伺候他这么久。人总免不了要走些弯路的，吃点教训，能明白过来就好。靠梅。我说你就别再编了，再编下去我可真要喷了啊！假的，半真半假。他不要我是真的。他现在威风得很，现在是香港新兴集团的老总，专车就有六辆，全部是奔驰、宝马、卡迪拉克还有劳斯莱斯，专为他服务的仆人就有38个。哎，二奶，知道不？就是小老婆，就有9个，其中3个还是洋妞呢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累不累呀？你这么一说，我真觉得自己挺累的。嗯，行了，我走了，你慢慢吃吧。你发神经啊？还没开始吃呢。我就要去桑拿馆按摩放松一下，说不定啊，能碰到一个英俊的少爷。让他陪我玩玩呢。谢谢。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哎呀，亏得建国没上他的床。
要不然，这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？在我看啊，抗美可是女人中的极品，你们这帮男人没有一个配得上她。哟，那她是极品，那像你们这种嫁给我们这帮男人的都是次品，就把自己搁进去了。说什么？我去给你们端汤啊。来来来，方哥。采了这么多菊花啊！我把这些菊花晾干了，卖给城里人冲水喝，城里人呀都叫这菊花茶。生意好吗？好啊，特别的好，好多都忙不过来呢。连我们县政府的领导呀，到省里去开会，都要到我这儿来称几斤，当礼物送人呢。哎，对了。你回去的时候呢，我也给你带点，你带给爱华姐和美美姐他们喝喝。这个东西虽然不金贵，可是啊，它清火，还美容呢。菊香，菊香，你怎么了？郑国哥，我没事的，有点感冒，过两天请到。真的是。你应该抽空去检查检查，怕你自己做不到。雨香，爸，不是跟你说没事儿吗？就是有点感冒，闹得胃不太舒服，有点想吐。我明天陪你到医院看看。哎呦，可千万别跟我提医院。我们乡下人呀，没有你们城里人金贵。一提医院呀，没病我都要得病的。不说这个了，快快快。因为建国哥，人家都跟我说呀，香港是个花花世界。哎，那个地方怎么个花法呀？什么花花世界？哎，喝点水。哎，你也喝。你身体千万不能大意啊，还是到医院检查检查。知道了。